看看新闻网。等等，不听话，我训了他。当我正在说教，他用一个热吻堵上了我的嘴，立马我就闭嘴了。孙俪自发微博讲述自己和儿子等等的故事。小伙子别看只有3岁，俨然已经有了霸道总裁范儿。这总是耍宝的邓超同学，好好向自己的儿子学习学习吧。